Haven't showered for a week. Feeling good. Ow! We ha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This tube contains millions of years of evolutionary information. There's a lot of questions that, honestly, I thought have already been answered, but we're nowhere near understanding yet. Yeah, let's get out of here. Holy cow. Ooh. Ooh! We just discovered a new species of frog. This is fabulous. We're successful! Okay, really? In 16 drops, we found 8 new species of fish. Look. I love technology. Works pushing it to get that image that I visualized. Oh yeah, looks good.
Come on, girl. There's still a last frontier, and I think there is work for generations of explorers. It's incredible. I love it. I love it.I woke up, I could feel a polar bear pushing on the tent. Nobody would need a coffee if you got woken up by a bear. Our human nature is to push into places that we don't know about. Okay, here we go. Let's initiate descent and release, release, release. If it was easy, someone else would do it.Showered for a week. Feeling good. Ow! We ha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This tube contains millions of years of evolutionary information. There's a lot of questions that honestly I thought have already been answered that we're nowhere near understanding yet.这一段影片不晓得现场大家体内的探险因子是不是都蠢蠢欲动了呢？大家好，我是国家地理杂志中文版副总编辑胡松香，今天仅代表国家地理杂志全体同仁欢迎大家参与今天的国家地理台湾探险家论坛。今天我们的活动也进行线上直播，所以在这边呢也要跟在线上收看的观众打个招呼，也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一场线上直播能够进行有几个单位必须感谢，我要感谢国泰金控、中时电子报、联合线上以及三立新闻台。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探险，今天的主角是探险家们。为什么国家地理杂志要在去年和今年选出国家地理台湾探险家？为什么我们要举办像今天这样的论坛来传递这样的精神？这些问题呢，我现在想要请国家地理杂志中文版总编辑李永士先生来上台为我们说明。李总编辑请。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这么多的朋友来跟我们齐聚一堂。今天我们办了一个周年庆的活动啊，这个国家地理在台湾复刊也差不多刚满一岁多一点啊。那么去年我们在台湾创刊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国家地理的这个台湾探险家的一个遴选的活动啊。那么当我们这个创刊这本杂志为什么要办这样的活动呢？大家知道国家地理杂志，我们看到刚刚那段影片。创刊自1888年到现在已经有126年的历史了。从这个杂志一旦这个学会跟杂志创刊的开始，他们就做了很多科学探险的工作啊，也赞助了非常多的科学考察跟探险。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000多个科学考察项目了。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在台湾做这个杂志哈，除了把这个杂志印出来，在网络上发布，在电子平台上发布之外，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把国家地理的精神带进台湾来。那么，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评选。那么，我们评选其实有三个标准哈，这个是我们自己根据我们对国家地理精神的了解啊所做的一个简单的这个划分哈。我们第一个标准叫卓越。我们所选的国家地理探险家在他们的各自的领域当中都是长期的有杰出的表现，不管这个领域是什么，他们都有非常傲人的成绩，而且是长期持续一直在做，现在还继续在做探索当然探险家的意义就是探索，但是我想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我们所意义的探索并不一定是
一定要到最偏远的地方啊，到别人去不到的地方。探索也可以是知识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啊，只要我们愿意踏出我们的这个舒适圈，啊，去发掘啊我们未知的东西，也许是知识，也许是其他的领域啊，我们都可以作为一个是一个探险家的精神。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影响。我们所选出的探险家们呢，他们都是说故事的人啊，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也许是演讲，也许是照片，也许是电影，给不同的人说故事。所以这样的探险的精神呢，不会只是存在他一个人身上，而是他影响了非常多的人。所以根据这个几个标准呢，我们在2013年，去年我们曾经选出了徐仁修老师，徐仁修老师，我通常都叫他徐大哥，啊。我曾经有机会跟他一起到非洲去，那么他对自然充满了热情啊，他的这个感染力非常的强，那么他长期关注自然生态，也拍照也写作，影响了非常多的人。黄美秀老师是这个台湾著名的黑熊妈妈，她长期的做台湾黑熊的研究，同时成立了黑熊台湾黑熊的保育基金会，是台湾极少数研究台湾深山的原生的哺乳动物的这样的专家。张秀珍女士呢，是我们著名的台湾登山家，也是一位台湾之光，是这个首度完成全球世界最高的七座这个攀登，同时在这个圣母峰的南侧北侧路线这个完成攀登的人所以她不但呢自己的攀登山的能力非常强，同时她不断的在学校在各种场合里面演讲，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就加入登山的行列，所以他们完全符合我们所设定的国家地理探险家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么今年呢，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有机会有选出三位新的探险家哈，这三位啊，今天就坐在这边哈，我非常高兴能够介绍他们，因为有几个我们都是认识非常久的朋友啊，林天福是20多年前就开始从事摄影工作哈。这个做摄影的时间非常长，如果比较早聊对台湾的摄影这个比较深入理解的人，可能应该知道这个天福兄，因为他拍摄的作品，他曾经两次获得杂志报道的金鼎奖摄影奖，同时拍摄了大量的关于原住民或者台湾的景色，后来他为了追求这个更多的这样子的这个对摄影的热爱呢，在大陆住了很长的时间，同时在大陆也非常的著名啊，在大陆也获得各样的奖项，受到各式样的肯定。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天福兄来的照片哈，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最感觉到感动的呢，就是他的这个照片里面的人物都非常非常的自然啊，所以我觉得他用相机能够捕捉到的这种色彩啊，拍少数民族、拍原住民的人很多啊，但是常常你会看到一些这种几乎是人类学式的拍摄，或者是猎奇式的拍法，但是在林天福的镜头下，你不会看到这样的，他们都非常的自然。我非常好奇的就是他怎么样跟这些完全不同民族、常常语言也不通，为什么都能够这么自然的相处啊？那林毅杰兄大家就更熟悉了啊，林毅杰是我们的这个超跑著名的超跑选手啊，不用说是我们台湾之光，曾经得到我们这个全球四大极地极限竞赛的马拉松的总冠军啊。那么他不止跑步啊，在跑步的这个部分从小跑了有非常好的傲人的成绩，有世界级的这个记录，同时也关切这个我们的地球的环境。他对于水资源有特别多的关注啊，那么这样的精神让他不断的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去鼓吹我们对水资源的重视。齐柏林导演大家我相信就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啊，这个如果你看过台湾看见台湾这部片子，那你就记得这句话啊，你如果这个台湾你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是因为你站得不够高啊。通过齐导演的这个角度，我们看到了非常多我们真的原来不认识的台湾啊，唤起了非常多我们曾经知道但是从来没有重视过的议题啊。
那么通过这样的影片不止在台湾造成轰动，破了所有的这个纪录片的票房记录，同时在国外也非常受到非常多的好评。那么我跟这个柏林兄认识的时间很长了，我们过去都在做报道的工作，我做文字，这个我记得九二一地震的时候，我们曾经一起这个齐柏林在天上拍摄这个地震以后的灾情，我们在地面上做采访的工作，当时就配合得非常好。那么经过这么多年，他从一个航拍空拍的一个摄影师转变成一个电影的导演，中间有非常多的成长，这个我特别特别为他高兴那么他的成就这个不也不用说是非常大家都非常能够肯定的。所以今年我们有这三位新的台湾探险家，我们特别要邀请到他们来给大家分享过他们过去的成绩以及他们的一些心得。那我们下面就谢谢他们。好，那我们谢谢李总编辑的说明在这边不要耽误太多时间，我想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正题，我们来听三位探险家现身说法，那分享他们探索和发现的旅程。今天第一位要邀请的是人文摄影师，总能拍出人最真诚面貌的林天福先生。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得到这个国家地理班的这个台湾探险家的这个号衔。其实作为也是从国地理杂志出来的摄影师呢，能够得到这样的奖其实是一个无上的光荣谢谢大家，也谢谢国家地理。然后我想讲的是大概是在1987年，就那一年我也就27年前，那一年是我27岁那在采访了大陆的第一次台访的时候，我从大陆飞到香港的这个飞机上从一则文字的这个报道关于这个独龙族的冬天，就马帮为了独龙族过冬他们每一年有半年的对外隔绝的一个封山的生活，那时候对于生活在这个台湾这个现代化城市的一个我来讲，一个摄影师来讲，相当的震撼非常震撼。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能够幻想去那个去进入独龙族然后进到独龙江呢，那时候是没有道路的没有道路的。就是都要翻过一个高黎贡山，从贡山翻高黎贡山，爬过一个4000多米的高山，然后到达那个河谷到那个独龙江的那个独龙河流域。那时候就对于一个族群，他能够在一年之中有半年在冰封雪山的那个情况，对我来讲是非常好奇的。那时候就在1989年的冬天我终于就是踏上这个独龙族的这个探访独龙族。但是那一年是刚好协议过后，所以在很多时候是很敏感的时候。那但是当我进到昆明海关的时候，一摊开我的那个背包，发现我带了400多卷的底片但那个时期这个25年前的时候，那在那个年代，而且那个敏感的年份，就很压抑。就是后来就是他们说就不让我进去，然后后来讲了半天，沟通了半天，最后他允许我带60卷的胶卷，而且还是打碎的还是打碎的。然后，但是一进到昆明以后，那时候冬天之前刚好是横断山脉的一年的雨季要结束之前也是雨季最那个最大的一个雨季。所以从昆明一出发的时候，原本从这个昆明到贡山只要3天的路程，我整整走了
大概15天才到达。然后到了第三天，我进入渡江的时候，发生了那个当地的那个那时候他们叫泥石流哈，台湾叫土石流，就把整个村子给冲掉了。然后我们现在就一边看那个我的幻灯片，然后一边来讲解。就在那个进入独龙江的时候，进入怒江的时候，发现两条路啊、哦、往回的两条路还有往前的一条路全部都断了。然后就在断的时候，走进去的时候，我们是跟着这个很到处的这个摊方哈、哦、到处摊方，然后我们就搬开那个石头过去，然后就把用千斤顶把那个石头给顶开以后，就把车子开过去，但是到最后也过不了了，就只有徒步进去。那徒步进去以后，发现发现这个两条路哦，往回的两条路跟前面往前的一条路全部是断的，然后只有在困在那个贡山，困在六库。然后到了第四天，就发生了那个很大的一个泥石流，就土石流，把整个村庄给冲过掉。然后我们就去拍摄这个泥石流的一个情况。那当初是在那个年代在中国大陆对于拍摄那个灾情是很他们就很敏感，而且他们不愿意对外做这个过度的一个报道，所以在拍摄两三个小时以后，我就被逮到公安局去了。这个是他们抢救灾情的时候，然后后来被抓到了公安局以后，他说明来意，然后他们是一直就不愿意让我继续往前走，千方百计就希望我能够打退堂鼓啊。但是因为对于进独龙江来讲，进入独龙族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哈，很大的一个心愿。所以还克服了一些困难以后继续往前走，然后走到登山口整整花了本来三天的时间花了15天的时间哦，然后再来就经过到了怒江到贡山以后，我们就跟着马帮哦，马帮沿跟着马帮的脚步走，这个跟着他们运输的队伍一直进入这个翻越这个高黎贡山。高黎贡山有最高的部分大概4000多米哦，这个是我进去的时候，刚刚那一张是出来的时候的雪地。那马帮呢，这个族群呢，到现在已经在大陆基本上没像这么大的规模的这个队伍已经很少了哈、哦、已经很少了。那因为一旦有了那个道路通的时候，那个马帮就消失了，因为马帮的那个运载能力哦相当有限，它只能在崎岖的山路马这个车辆没办法到达的地方哦。这个是马锅头在煮酥油茶，我在修这个马蹄哦，这个沿着那个渡。因为刚雨季刚结束，而且也还没完全结束，所以路上的泥很厉害哈、哦、然后翻越雪山的时候，那进入到独龙江的时候，因为那个山坡很高很陡，短短的三十公里的那个下坡段，到只花了一天的时间，然后落差在3000公尺以上的落差，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落差，所以几乎到了那个独龙江的时候，几乎腿都是不能动的哦，整整3天都不能走，都不能往外走，就只能天天在住在这个
驿站哈，马帮住的驿站的楼上，然后天天就跟马帮混啊，然后就拍摄了一系列这个马帮的这个作品。那独龙族呢，跟我们的那个台湾的很多泰雅族哈，跟泰雅族很相近的地方，包括他们的那个服饰的纹路，然后其中最大的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有纹脸哈，纹面哦。那到现在这是我前年2012年的时候再去的时候所拍摄的一幅，然后这个他们现在据统计只剩下不到30人哦。他整个族群大概现在目前是5000-6000人哦，我去拍的时候大概8-9年之后去的时候是4000多人，然后现在是6000多人，然后现在只有不到30位的这个纹面人。然后纹面的形成里面有很多说法，但其中比较可靠的是就是说怕他们为了怕那个附近的藏族跟傈僳族就比较强势的民族来抢夺他们的女人，所以在脸上做一个刺青来防止这个其他族群的人来抢夺他们的女人。那2012年我再次去的时候，这个是顺序有点反哦，然后这个我就专门去拍摄这个纹面人。那拍摄独龙族以后，之后我就长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大陆的这个时间去创作拍摄各少数民族的这个民族的一个东西的这个影像。那到了1992年，我开始帮这个 People 哈人像人物杂志做一个专栏，就是半个世纪的爱哦。那半个世纪爱的这个还要归咎到就1997年。那我进大陆之前，那在拍摄这个泰鲁格族的时候，当时我们去泰鲁格的时候，看那时候我在还在地理杂志的时候，去采访那个原住民的部落，然后发现就是采访的情况就是发现有一对80岁的老夫妻。一直住在那个老部落哦，高山的老部落。他原来那个日据时代跟国民党政府的时候，是把那个高山族的那个族群都往下迁，住搬建了很多国民住宅。那但是呢，那时候他们不愿回来，不愿下到山里面住，只愿住在那个老部落。然后我就跟那个我们的专属一起上去采访他。当那天晚上那个做采访的时候，那个老妈妈跟老先生在讲述他们的那个爱情故事的时候，被我这个原本跟我没有关系的一个业务听得很感动。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能够帮这个结婚超过半世纪的这个婚姻哦做一个专题哦。然后就在这样的理念，但是这个题目呢，对我来讲觉得非常的大，而且很难做完成，所以一直有那个念头，一直到了1992年，然后才开始拍摄。那这一组作品呢，是拍摄的是布隆族。通常我拍摄的这个半个世纪的爱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一般都是随机去寻找哦。我因为我想拍摄的是比较庶民哦，然后以这个各民族为主的一个这个金婚老夫妻的一个这个故事，然后希望除了影像以外，也能够有一些他们的故事来听起他们讲述那个爱情的故事。那通常呢，在采访的过程里面，很多的这个拍摄对象，他们都是在我拍摄的这个情段里面大部分在
抗战哈、哦，结婚的年代在抗战跟这个49年哈、哦，就是49年台我们政府迁来台这个阶段，然后这个阶段的这个婚姻形式呢，是大概我们中国的这个婚姻最多样的一个形式，哦，然后这个是在台东的布农族哦，那经常在采访的过程里面。通常这个老妈妈都是比较中国人，女孩子女人都是比较含蓄、哦、通常都不太愿意讲，而是老先生讲，或者是都不太愿意讲、哦、然后但是我碰到这一对这个老妈妈呢，这布隆族的老妈妈呢，她特别爱讲、哦、特别爱讲，然后她主动去追求这个老爷爷、哦、啊，当初老爷爷是还有前面有一段婚姻，所以她是不愿意的哈，不愿意。但是经过老妈妈的这个，那个时候老妈妈这个是在当时的时候，她是在作为接生婆哈护士，啊，那在族里面算是非常有名望，也会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那很多人追都没追上，但是她就看上这老先生，然后就主动的去追求，然后后来感动了老先生，啊，然后老妈妈现在逢人就讲他们爱情故事哈。然后这个是在排湾族啊，在三地门的排湾族，那这一对刚好是相反哦，这一对相反刚好是老爷爷呢非常喜欢老妈妈，哦非常喜欢老妈妈，然后他也是主动追求，但是老妈妈呢也是很漂亮，但是他的前夫刚好过世，而且带了两个小孩。但是呢，老先生并没有嫌弃哈，并没有嫌弃，他反而更加的追求，而且感动他。那当初我在看他们的资料的时候，翻开他们旧的那个照相册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张那个结婚照，穿着白纱的结婚照，是50年前的一份结婚照，是在一个教堂里面拍摄的。然后我就希望能够把它移到原来的这个教堂去拍摄，但是呢，那时候老妈妈已经行动不便哦，就是行动不便哦，然后这个老妈妈就是后来想尽办法才用车子把它运到这个哎送到这个教堂里面拍摄。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这个是怒江的怒族，这个是西双版纳的这个布朗族哈，好，这个是纳西族啊，好，这张曾经得过这个在一个另外一个地理杂志里面当过封面，然后我这个是丽江的一个名人啊，然后我拍摄他的时候是最早拍摄的时候是1994年啊，18年前，但是哦，94年已经20年前了，20年前。然后我在2年前去的时候，他说他那时候已经88岁，现在那拍摄的时候已经88岁，然后他现在是90岁。他那时候他还用小跑步的哦，拍照的时候拿小跑步。然后他跟我讲说，你当初跟我拍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半个世纪的爱，再过现在已经70年的爱了。他说等到他80年结婚80年的时候，他希望我再能够再帮他拍摄。在拍摄的大概20几年来，拍摄的大概有300对的这个老夫妻啊，啊，很幸运的就是虽然说很多都是随机的采访啊，但是在各种不同的结婚的那个元素里面啊，包括什么青梅竹马啊，或者是指腹为婚啊，或者是不落夫家，各种各民族的习俗几乎都拍到了，包括走婚的啊，包括一夫两妻的啊。那这一组是我拍摄的一个这个抢亲的啊，抢亲的。然后老妈妈是这个越南的一个。他是在云南边界上哦，他老妈妈是在那个越南的一个苗族啊，
越南的瑶族，哦，然后他跟着他表姐来到送亲，跟着来参加婚礼的时候，就被老爷爷看上了，看上了以后就把他给抢了，抢了以后就关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等了三个月以后，他同意不跑了以后就把他放出来。那老妈妈这个不太甘心哈，可能她觉得她条件好啊，或者是什么原因，然后她就一直不愿意跟老先生，虽然同意不跑了，但是就一口咽气，就不愿跟老先生讲一句话，然后整整20几年都没有讲过一句话，啊，然后这个后来呢，但是这个没有讲话，就不大小事情不做哈。后来他们这期间生了10个小孩，啊，其中第一个小孩没有长成哈。那后来我们就很好奇，就问他说，那到底为什么后来讲话？因为我们进去采访他的时候，看他们还是有说有笑的哈。然后老妈妈就说，以前事情照干，换照煮，然后孩子照生，但是不需要讲话。但是后来呢，因为小孩子长大了，哦，小孩子要进入这个结婚的性过程，他需要父母的这个儿子要结婚大事，就是父母亲要商量了嘛，就不是说点头或者是要不要的这个点头或摇头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是要商量，所以他们才开始讲话，哦，然后所以在这个，哦，这个也有一段，这个是转房的哈，那个老妈妈是那个是原来她的嫂子哦，大哥哥过世以后就把她转房嫁给她老那个老爷爷。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所以那个有很多的故事哈，很多的故事，然后我希望这一组半个世纪爱，希望也能够在大石文化里面出版，然后现在正在努力，因为我拍了56个民族，现在拍了54个民族啊，就差一个民族，然后台湾呢我也拍了13个民族啊，那但是现在发现台湾现在已经有16个民族了，好，今天我的那个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林天福老师的报告，您的报告我想大家都听得真的津津有味。那我们现在在准备下一个探险家的这个影片哈。好，那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刚才林天福老师说的，因为等一下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会有一个 有奖问答哈，然后我们有很好的礼物要送给现场能够回答出来我们的问题的观众。所以呢，林天福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他去拍摄独龙族的故事啊，途中历经各种考验，雨季的大雨、土石流或泥石流，被带进公安局等等的惊险，可是他一直没有放弃。那其实林天福老师在跟我们杂志的采访中呢，他也有提到，其实他能够一直在摄影这条路上走上去，靠的是简单两个字，他说就是坚持。那我想可能林天福老师也愿意用这两个字送给有意追求摄影这条路的可能后辈们。那林天福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另外一个呢，是很可爱的一个计划，是半个世纪的爱，专门去拍摄部落里的结婚超过50年以上的老夫妻。那刚才听了很多精彩的故事，我之前不晓得林天福老师是要想要跟在我们公司出版他的摄影集，那刚才听到我很高兴，我想在场的大家也可以期待哦，到时候我们一定会让我们的忠实读者知道。好，那不多说，我们现在欢迎极地冒险家林毅杰先生。好，主持人还有容易还有两位超级前辈这样子，然后还有各位读者大家好。然后我想说在一开始我先放一个就是我心中的世界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
不好意思，我再重新开机一次啊。真的，如果不是困难的事，就不需要我们来做了。所以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采访林奕杰先生的时候啊，他说了一句话，因为我们问他你的下一个探险计划是什么，他说现在还不确定哦，因为其实探险计划是很庞大的计划，需要很多的筹备工作。他就说，不过其实我觉得在台北市生活，每天走出门其实也就是一种探险哦。那我想呢，我们不止办杂志是探险，我们办论坛呢显而易见的也是探险哦，要历经各种各样的考验。好，那林奕杰先生呢，我想大如刚才林勇士总编辑所说的，他是四大极地比赛的总冠军哦，他是世界第一人。那么他的故事当中其实让我自己最感动，因为我们同样也做了林奕杰先生的专访，是他在横越撒哈拉沙漠的时候被一个小男孩感动，因此开启了呢他去了解世界各地缺水区域以及呼吁大家珍惜水资源的这个努力哦。那就像李总编辑所说的，不止自己探索，也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影响更多人。那我想林奕杰先生也充分地做到了这一点。好，林杰先生准备好了，好，我们再次欢迎他好吗？好，不好意思，再次，对对对，给大家看一下。雨稀释了悲伤，一路泥泞的成长，堆砌成就着梦想，是岁月的坚强，在倔强着茁壮，看似荆棘的前方早已种下了希望，能否敞开胸怀，我们一起拥抱未来，人生不敢留白，生命充满期待，珍惜仅有的存在，让我陪你到最下过后的天空，总是会出现彩虹，让我陪你到最后，梦想在前方闪烁，坚持过才会明白，原来爱一直都在。岁月的坚强，在倔强着茁壮，看似荆棘的前方早已种下了希望，能否敞开胸怀，我们一起拥抱未来，人生不充满期待，珍惜仅有的存在，让我陪你到最后，肩并着肩一起度过雨下过后的天空。所以这首歌的歌词也是我写了一半，然后再跟台湾一个歌手宋一个姓宋的宋建章歌手
力把它完成这个歌词。那你们看到这影片也是我从2006年开始去 Sahara Desert， 然后到这个 Silk Road， 然后到 Gobi Desert 的一个画面。那就像这个这首歌一样，其实是因为爱来做这件事情。那因为我去探险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我是用两只脚去跑，而且用最快的速度去穿越某一个区域这样子。那在这个区里头，我可以去看到什么样的东西？那我当初直到跟一直到现在所设定的主题都是跟水有关系这样子。那以前住台湾的时候都不会觉得说水很重要哈，然后以前住台湾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说我很缺水这样子，因为我水龙头打开都有水。那直到我去这么多的地方，而且都是一些就是没有水的地方之后，才发现有些人即使他家里装了水龙头，那都是装饰品这样，其实转开是没有水这样。那也没有办法想象说就是为了就是人一辈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他是唯一的工作是找水喝，那跟我生长的环境其实很大的不一样这样。因为我在这边工作其实是为了赚钱，然后为了更好的生活。那他们那边可能我去的地方穿越的一些区域，可能一辈子就来找水喝，那他只是维持他的生活。所以这样子的观念，这样子的经验，其实也打动了我很多自己不同的视野。所以我常常演讲，我都会把这个标题定新世界新极限，就是用双脚来去跑，然后用双脚来去看这新的世界之外，还也顺便体验一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也鼓励更多年轻人来去体验极限一下。对，那所以我常讲就是没有试过怎么会知道能不能做得到。那这是我小小的简单的介绍。因为其实跑这件事情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比较不一样的是跑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我的职业，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自己有去做，我有做自己的事业这样子。然后本身其实原本在大学教书，然后后来我觉得我好像不够资格，原因是我的经验还不够，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还要更有国际观，然后更有世界观，所以我离开教职，然后我去跑世界这样子。那那个时候过程当然其实就一直在跑，大家看到就是我都在跑这样。所以其实也常被人家误会说我去参加某一个活动，或是来演讲，或者是做怎样的事情。很多人都问我说，一杰你怎么来的，都觉得我用跑的来这样，所以蛮累的，很辛苦，都要解释。对，所以我就趁一些场合来解释一下。我自己小小的经营了一家就是运动品牌的公司，我想要把台湾的运动的品牌推到全世界，推到国际上。因为我觉得我蛮不服输的，为什么我明明可以帮人家做这么多的事情 ，OK， 从布料、材料或者是任何事情，总是被人家颁一个奖之后，颁一个奖叫做隐形的冠军，这其实听了蛮不高兴的，因为到最后都是这些不是隐形的冠军，然后去就是获得最高的利益这样。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要站起来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自己笨笨的，人家说骗人去失败，第一个叫他做杂志。真的，第二个就叫他去做衣服，那我就是属于那一种，我们两个都蛮笨的，然后做这件事情。但是做这件事情需要更多的就是技巧能力，所以我就去报考台湾大学的商学院。可是因为年纪太大，年纪有点大，他不愿意我去污染，就是 MBA 的学生，所以就把我调到 EMBA 去这样子。对，那里头真的学到很多事情，那知道怎么样经营。那所以这过程当中蛮有趣的。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我做娱乐的事业。可能大家真的就举我来跑步，对，我就把跑步这件事情变得是就是中心的主轴。 OK， 那所以我早期就是跟 Matt Damon 一起去做 Running the Sahara， 那就是一个真的很大的一个 expedition。 从来没有人用双脚徒步横越整个 Sahara Desert， 而且我曾经看到了真的是5000年以上的这个建筑。OK， 然后里头很多小朋友跑出来跟我们一起握手，一起拥抱，结果呢，我们就是病毒感染，因为我们身体不是他们的那个环境的病毒嘛，所以马上中奖之后呢，哇，上吐下泻，发高烧，可是我们还是不认输，还是插着那个点滴呢继续跑，然后呢，
好不容易两三天好了以后，又要遇到一个村落，其实大家脚都软了，要到底要不要进去那个村落里头？对，因为又有很多小朋友会冲出来，那怎么办？还是一样，硬着头皮，就跟摄影团队，好莱坞的摄影团队讲，不行，我们是为了来探索这个非洲水资源，我们要硬着头皮闯进去，结果又中奖了。所以这过程当中其实就考验人性啊，考验人性这样子，那也得到了很多，就是这个让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就是人生哦很大的改变这样子。那因为这样，我就发起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带着两个新手菜鸟去北极。OK， 那我们就拖着行李从加拿大最北的城市一路闯到此北极点。那过程当中还被北极熊攻击，对，然后原因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刘董事长，他因为我们的 SOP 是你没有吃完的东西，你必须要把它放在夹链袋里头，然后藏在雪下，隔天再把它取出来带走。OK， 那让这房子，因为北极熊一生只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找东西吃，一件事情找男女朋友生小孩。所以呢，基本上他们找我们不是找生小孩，对，是找东西吃。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跟那个刘董事讲说：“哎，小心要那个北极熊啊。”结果他说：“加闹北极熊，你看咱行这久啊，闹北极熊。”对，然后我说：“好吧，那就没办法，因为他是长辈，我不敢太大声。”所以后来晚上真的凌晨四点，北极熊就跑过来。就是找食物吃，这样把我们帐篷抓破，然后呢就要修补。那里头也只有我有这种经验，你知道零下四十几度，你的手要拿一支针，那是多痛苦的事情。而且你必须要把你的手套拔掉，因为针跟手套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你有穿了手套之后，你要去拿针根本拿不到，然后你要穿刺那个帐篷。我一个人就在外面，他们一个人。就是他们两个人在里头，我穿过去，他们就穿出来，穿过去穿出来，我在外面至少弄了大概一个小时，才把小小的一个那个帐篷把它弄起来这样子。OK， 所以有很多的经验啊。那当然，他们两个也差点在帐篷里头挂掉，原因是因为我们结束之后必须要，我们衣服会湿掉，所以我们每次一扎营的时候，一到时间扎营的时候，除了迅速扎营之外，就要赶快生火。那生火因为它是打那个 gas， OK， 打的没有办法用那种高压瓶，那是没办法启用的，所以用打的。所以打完之后呢，那个大家开始脱衣服啊，然后烤衣服啊，然后我有带牛肉干去啊，大家开始聊天，然后吃东西，吃一吃之后就是那个大家很累，就很快就睡着，然后睡着之后发现奇怪，怎么大家越来越晕，就发现什么状况，发现是两个都晕倒了。然后那个气瓶哈，因为外面的雪很大，所以一直滴水进来，把那个气瓶呢滴浇熄了，所以那瓦斯一直在放这样子，差一点演变成那个这个救狼哎那种状态这样子。所以我那次就赶快把最年轻的那个燕博摇醒，他说我不要起来，对，然后把他踹醒这样子。我们赶快跑出去，赶快把那个外面的那个雪全部弄掉这样子 ，OK， 然后把它通风，零下三四十度这样。那因为后来我很喜欢 entertainment 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那都是一种创意，一种创造。我很喜欢做这种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就像刚刚林老师一样，他去拍这些就是原住民，我也很喜欢。只是我每次在跑步没办法拍这样，对，所以你知道就有一次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周杰伦。他就叫我就是帮他写一个歌词，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创造，那也是一种探索。因为文字上的探索我觉得是又更特别的，因为你必须要去吸收很多别人的文字的经验之后，然后你再经由你自己的内化。那你这些内化是必须要经由你自己的生活也好，或探险也好，或者是你爸爸妈妈打你，对不对？所以周杰伦还有一首歌麦克帕乌妈妈那个，有没有，就是你必须要有一种就是生活上的经验，可能他是看来的，但是就是要去内化它，所以他叫我帮他写一首歌。OK， 那时候我觉得开玩笑，你不是开玩笑，你亚洲天王叫你叫我帮你写歌干嘛这样子？他说没有没有，
你要帮我写歌词，那更开玩笑，因为他有兵马俑，而不是就有那个方文山，就帮他写歌，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找一个我这种什么都不会的，我帮他写这样？他说没有，因为方文山跟他自己本身没有经历过真的是很辛苦的岁月这样子，他觉得我人生比较凄惨一点，所以呢，他叫我帮他写一首可以励志 ，OK， 可以去鼓励年轻人一首歌，所以叫就是梦想启动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探索对我来讲很特别，因为我以前是写书，我写了七本书，我从来没有写过歌词。以前国文课的时候常常被老师打，所以就很恨老师。所以呢，那时候没有学什么叫平平仄仄仄平平，所以那时候我大概有三天没什么睡觉，就为了去探索文字上不同的改变跟创造，所以我就写这个梦想启动，那曲就由周杰伦来谱。那这首歌蛮幸运的，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个棒球的选手叫陈伟英，他以前投都不会得名，然后没有胜投，后来播了我们的歌也有十几胜，所以很幸运。给大家看一下这样不一样的短片。那我这首歌其实定义就是一样，就是小时候你想要变成一个探险家，大家妈妈爸爸可能会觉得你疯了这样。OK， 那问题是，大家每个小时候都有梦想，想要去，就是去创造自己的梦想，去坚持自己的梦想。对，但是有多少人去达到它 ？OK， 那其实我们就是这首歌里的内容，就是要去鼓励大家，即使你流汗。你我他流了不同的汗水，可是呢，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目标，想要去完成这个自己从小时候这么坚持的一个梦想这样子。因为十年之后，谁也不知道说你的梦想到底会变成是什么这样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再换下一张。那当然讲到探险，一开始啊，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从2002年的时候就被我们的那个郑大哥。哦，然后他就没摩爹，摩爹好，然后他就是开始帮我，然后我高中的时候他是写我的新闻这样子，可能那时候腿比较短又跑蛮快的，然后他就觉得很好奇，然后一直写到我就是大学毕业，然后我那时候人生第一次要去参加一个叫做探险式的一个 adventure race， 那时候呢也就是这种 stage race 正就是其实是已经在世界上已经非常非常有知名度了。那台湾的时候其实还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去做这件事情事实上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探索。因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要去南极去比赛，然后呢我要去查很多的资料，结果我想说中央图书馆应该是藏书率最高的，我去中央图书馆电脑一查南极两个字关键字打下去之后，我想说看有没有可以 学到有人可以知道工具怎么用，跑步怎么跑，在南极冰天雪地这样，就一出来的画面是什么？南极仙翁。这本书根本对我来讲没有用，所以呢，那时候其实要做这件事情，其实都是第一次，很痛苦。那给大家看一下，它里头的到底是什么状态，就是要七天里头，然后跑250公里，背了食物、行囊，然后还有自己的睡袋，然后指北针、地图，去跑这个 Sahara Desert， 每年有上千人去跑这个比赛。那给大家看一下。小小的介绍这样，那这个也就是开启我对就是探索这个世界呢很重要的第一步。因为我如果没有当时去走这一步的话呢，我觉得我今天应该对这个地球没那么好奇。OK， 我可能还是就停留在我在台湾田径场或者是冰冷的城市跑步就好了，我不会想要去看世界，因为那不是舒适圈，不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Day one today, a bit of an emotional start for me. Massive, massive challenge. 那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去摩洛哥，然后从这边要到飞到英国，英国再飞到摩洛哥，摩洛哥再飞 Marrakesh， 然后再坐车到 Ouzazat。所以这个路其实对一个大学生来讲，其实是一个还蛮陌生的路，而且在那边每一个黑人看到我就是用那种李小龙那种感觉这样跟我讲话，我觉得很奇怪，对，所以他们还停留在我们是李小龙的感觉。
对，那这个是，这、就是我一开就是开启我去看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个起端。那后来我当然就是相对我去了很多地方 ，Gobi Desert 或者 Atacama Desert， 或者是那个 Sahara Desert， 还有 Antarctica。OK， 那还去了北极，还进入到亚马逊河里头闯进去，然后亚马逊河就很特别了，因为里头很多东西晚上都不睡觉，对对对，那我就很紧张。那当然后来因为去了这些地方之后，认识到更多不一样的人了。OK， 不是只有认识台湾人，有认识到更多不一样、更疯狂的人。这样，我们就有一个计划，想要从一路从北非塞内加尔用脚跑，一路跑到埃及。后来事实上我们那时候要跑查德跟苏丹，可是那时候。因为苏丹发生了达佛事件，2004年有两年，那两年之内开始捣毁20000多个村落，20几万人死亡，我们进不去。又在2006年2月的时候，我们在尼日跟查德边界的时候呢，我们的探勘部队就踩到地雷，两个身亡，这样，所以必须被迫往北。往北又有利比亚，美国人很怕利比亚，就惊哎，我不知道怕什么。那可能就是因为政治的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还是进去了。但是我们在尼日的时候是有雇请佣兵，因为那时候塔勒班分子其实是非常的猖獗，所以他们就保护我们进去之后，在撤回去到阿格达斯的时候呢，在这个利比亚跟尼日的边界的时候发生很严重的枪战，所以12名佣兵也全部被歼灭掉这样子哦。所以要跑这个 expedition 其实是非常幸运，带来非常的幸运。但我们最大的宗旨是希望说全世界可以看到我们去跑这件事情之外。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到非洲的真实的生活，那我们把它拍成一个纪录片，那甚至我们鼓励大家来帮助非洲的水资源来做凿井的计划。所以我跟 Matt Damon 先生呢，我们一路去参加影展，那台下有很多的这些好莱坞明星，包括班·阿弗列克或是乔治·库隆尼等等，他 Ocean 13还有这些演员等等哦。其实播完这影片的时候，我们是被就是。他们全部站起来鼓掌5分钟，这样我们三个站在台前的时候，我觉得我蛮骄傲的，因为我代表台湾去做这件事情，我感觉蛮屌的，对对对。所以呢，那时候我发现，原来世界可以用运动可以看世界之外，用运动可以去做社会关怀这件事情，这个 model 我就学起来了。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组织了一个 expedition 计划，我去跑丝路，我一路从伊斯坦堡一路跑到西安，花150天的时间。最困难的是什么？最困难的是。我刚刚讲150天要从西安，从伊斯坦跑到西安，你怎么知道那个距离有多远？你一天少跑3公里，150天少跑450公里，你最后一天要是没达到，就叫失败。而且呢，我们那时候有去就是找 sponsor， 万一第150天、151天你才到，那代表背信。所以我当时其实背负了很大的压力，那压力大概可以用掉头发来形容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头的短片，是我去跑 Round Silk Road 很重要的。就是剪辑。那这个也是破了一个世界上没人做到的事情，这样子。那我们主旨也是希望说，可以用这次的行动来去呼吁中国大西北地区的一个水教母亲水教的一个计划，这样子。那也让大家看到，除了人类的奋斗的精神之外，还可以去关心这片地球有关于水的问题。在这一次的旅程当中，我也就是看到了好多不同的民族这样子，哦，那也很有趣。那只是说我都是用跑的，没有办法有时间好好的跟他们聊天。其实我蛮想这样做的，但没办法。那这150天里头，睡路边，睡废弃的公寮，睡学校，睡田径场，睡这个沙漠湖边、警察局门口、法院门口，都睡在那个地垫上，我洗不到10次澡。来做这件事情的。然后中间还被到了伊朗之后还被下毒 ，OK， 然后我被送到了医院去，然后插鼻胃管治疗这样。但是我还是不想认输了，就还是想要跑。当然我们是有医生随行的 ，OK， 然后有物理治疗师随行，所以不是一个大家想去跑就跑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在后面已经做了很大、很缜密的规划，这样子。甚至我们在土耳其的时候是被叛军盯上的，OK， 所以不同环境会发生不同的故事。
那遇到了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地表温度86度，还要继续跑。那遇到了狂风暴雨，或者是下冰雹等等的故事，这样。那这个是组织里头其实有很多的不能说的秘密，因为我是发起人。那这不能说的秘密是因为，在这社会上太多人想要当好人，对，当那种烂好人。那我呢，就是发起人。那如果你要管理一个组织，不是只有好人可以去完成事情，你必须要能够去割舍。那为了保护别人，为了让这支组织继续往前进，所以我必须要当坏人，所以也就要扛下所有的责任跟错。OK， 所以对就对别人，那这个是应该要去。我想一个探险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去 Run Show 的故事。其实一开始里面很多人觉得那林毅杰大概老了跑不动这样子啊，不抖啊，可是也不是想要证明什么，是想要觉得说人类的体能其实是无限的，那意志更是无限的。那我就用双脚来探索这个世界，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呢，在这个领域上面，在国际的领域上面 ，Kevin Lin 这个来自于台湾这个名字呢，事实上是非常好用的，对不对？因为大家要知道说，哦，原来台湾有一个很会跑步的林毅杰。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谢谢林毅杰先生非常精彩又带幽默的分享哦，然后小跑步的回了座位。您今天是跑步来的吗？还是好，那同样的哦，就是在齐柏林先生准备他的简报的时候呢，同样的我们来看看刚才林毅杰先生分享他在跑遍极地的过程当中碰到过哪些考验，碰到过北极熊攻击帐篷，在-30度里面不戴手套缝帐篷，被人下过毒，食物被人下过毒，在跑撒哈拉沙漠的时候，有同行的人被地雷，在地雷攻击下不幸丧生等等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林杰先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事实上呢，他在我们采访他的时候说过一句，那刚才也他在他的简报中也提到的一句话是，大家要记得哦。Never know until you try， 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那林英杰先生那个时候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这个应该可以算是你的人生哲学，探险的哲学哦。那现在呢，林英杰先生也跟我们的李总编辑一样被害哦，来做运动品牌，来做衣服哦。那很欢迎林杰先生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有些事情虽然是傻事，虽然好像是冒险，可是其实可以有很大的贡献。哎。祈祷准备好了，好，那我们大家先用热烈掌声欢迎齐柏林齐导演。好，有画面了吗？要切换吗？OK， 非常感谢大使，然后邀请我们来跟大家做个报告。那个我是齐柏林。我来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是一个感觉到回到当时跟大地地理杂志合作的那种感觉啊。我必须要讲，我今天能够拍《看见台湾》，其实在跟大地地理杂志合作的时候，得到非常多非常多的养分。因为我是一个空中摄影师，我在直升机记录台湾的时候，其实我希望拍到的是美丽的台湾啊。那我在拍摄美丽的台湾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骄傲，所以我是。我从民国80年啊，大概是1990年代左右啊，就开始在从事空中摄影，然后在不断的记录台湾这块土地。那当时我的想法非常单纯，我想把美丽的台湾，然后介绍给全世界。可是当我有一天突然被《大地地理》杂志发掘的时候啊，他们希望说我能够把我的作品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其实当时我是有点犹豫的，因为我觉得我台湾还没有拍完啊。可是经过大家一番讨论以后，哎，我觉得可以试一试，然后开始在杂志上面，每个月有一些照片的露出，然后可以让大家认识我在做什么事情。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得到非常多的鼓励。那这鼓励呢，它变成动力啊，然后就让我更努力的去拍片啊。那大部分人对我拍照充满了好奇，尤其是刚刚义杰兄他用双脚跑步，那我就觉得我坐在直升机上面有点罪恶，因为我都不用费力啊。其实这是个错误的，我在直升机上面非常非常辛苦，你知道吗？因为大家看到我185公分的身高，其实在直升机的机舱里面非常的小，然后这么小的我必须要用一个卑躬屈膝的姿势啊，在直升机上面工作啊。那在飞机上工作，为什么要耗费很大的体力呢？因为飞机在飞行的时候呢，阻力特别大，尤其风的力量特别大。所以我必须在拍摄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我的上半身尽量向外部延伸啊。那飞机在飞行，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耗尽你全身的力气去抵挡风的力量啊。那你又要能够稳定，要拿得稳你的摄影机、照相机。其实下了飞机以后，腿都是软的，因为你都是靠你的下盘去稳固你的上半身啊。那我常常就觉得说，我才是真正在云端上面工作的人啊，因为我的上半身要延伸出去，对不对？那我下半身就是要靠我的双腿啊，去维持我的平衡。那这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啊，大家都曾经去过那种游泳池啊，去做过 SPA， 对不对？那种被水冲的感觉，那种被针刺的那种感觉，很过瘾的感觉。那我是在飞机上被风在做 SPA。尤其在冬天冷风的时候，真的你才能够领略到什么叫做寒风刺骨啊！那个你穿 Gore-Tex 的那个裤子都没有用啊！后来我发觉到有一种方法啊，那个避风最好的方法，因为我有一天早上就看到送报生啊，然后这么冷的天气，那冬天那么冷，然后送了报纸。那他们不怕冷吗？后来发现他们都是穿达新牌雨衣啊，后来就觉得哦，原来达新牌的雨裤啊，那最能御寒啊，这挡风啊，它不是御寒，挡风，只要风不要刺进到我们的那个腿里面，身体里面就会比较温暖一点啊。那我跟大地理杂志合作的这初期呢，事实上只是提供一些他们专题报道的一些影像。那有一次呢，有一篇报道，它完全颠覆了我对。我拍了照片的一个那种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工作的一个看法。我们过去呢，在记录台湾的时候，都是各位看到了这种美丽的地景啊。那这个是雪山的那个圣林啊，秀姑峦溪啊，然后这个是清水断崖。有一天呢，总编问我说：“你有没有？”彰滨工业区的那个照片啊，你有没有那个福寿山农场的照片啊？你有没有那个那个花东海岸线的那种公路的照片啊？那我当时听到这些想法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知道，我们彰滨工业区是去创造海埔新生地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重大建设。哎，你要福寿山农场。有这么多新那个勤恳的农民在这么高的山上，然后工作环境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雨天征地啊，然后你看到在那滨海公路上面开辟公路，提供人民交通的便利，那行得方便，你觉得那个总编要我找的图片是什么？一定是要讲我们这个国家有多么伟大啊，这个国家有多么厉害啊。结果报道一出来了以后啊，就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哇！原来那么辛苦在山上耕种的这些茶农啊、果农啊，原来是水土保持破坏的元凶啊！原来在那边海岸线开辟公路的这伟大的工程师们呢，原来他们是台湾海岸线水泥化的元凶啊！更何况是那个在填海造陆那个创造的海埔新生地，这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那种错愕啊！那以前国家告诉我们，国家政府告诉我们的很多。政令啊，我们都觉得是正确的，可是我们都没有从环境的角度去思考，那以至于我们现在台湾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况是，本来是最常应该看到的期望看到是蓝色的海洋，对不对？可是我们的海岸线被污染啊，那我们河川被污染啊，那我们的海岸线水泥化啊，然后岛屿也水泥化啊，然后这大家
你们知道这两天新闻又在讲了一个地方啊，现在换了新的县长以后，他仍然持续的让这样现象继续要存在，这清境农场啊，这是阿里山公路崩塌的样子啊，然后天然灾害小林村啊。你看到这么多环境负面的影像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就很难受啊。我在空拍了20年的时候，这20年来之间，大地地理杂志当时帮我在台中的科博馆，还有台北的中正纪念堂，我们办了大型的户外展览，这边有很多的老同事们都参与了那2次的展览。然后很多观众看完这种展览之后，其实才透过他们才发觉到可以透过鸟瞰的方式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家园，认识我们自己的土地。那当时我也因为这样子长期合作的关系，让我知道了环境跟我们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所以我特别的会努力去记录这样的影像。那我也特别开始透过演讲的方式，透过展览，透过出书去传递环境保护的资讯。可是你们知道吗，我在演讲的时候啊，尤其是大学演讲，大概超过90%的同学都在睡觉的啊，那种是一种非常挫折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你讲了这个议题哦，他们不爱听，对他们没有兴趣。那因此我就一直想说，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爱护土地的这个讯息传递出去？哎，那拍纪录片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那今天的主题是探险，对不对？我那时候必须要做一个我人生最大的一个探险，就是。我原本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啊，我的工作，那个我是一个公务人员，当时，那我的工作年资已经23年了，其实我如果撑下去的话，我这个时候就刚好是可以退休领月退俸的时候，那但是我那时候希望让大家认识台湾的那种意念非常非常的强烈啊，那我想说，既然演讲大家不爱听，那我来拍个纪录片好了。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把这想法提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相信，啊，怎么可能用空中摄影的方式可以来拍一部电影？那即使听得懂我想法的人呢，他们也觉得这是不容易做到一件事情，因为他花非常多的钱啊。那我当然就是百般的周折，然后一直一心一意想要达成这件事情，所以我放弃了我的。那个公务人员的身份就要来拍这部纪录片啊。那过去台湾并没有真正的空中摄影的这个技术跟设备，所以呢，在我拍空中摄影照片的过程中呢，我看到很多，我帮很多导演、帮很多摄影师担任他们飞行顾问，我就看他们都是经常都是用橡皮筋吊的摄影机啊，希望能够避震啊，或者是有一个摄影师他更突发奇想，在他肚皮上面啊，抱了一个枕头，把那摄影机就顶在肚皮上面啊，希望减轻它的震动。但事实上都没有办法，那都土法炼钢。可是我当时还非常疑惑，那为什么我们看到好莱坞的每部电影都有那种飞行的摄影的画面是这么的稳定的？我们看到 BBC 的那种生态节目里面，你看到野生动物大迁徙的时候，那个画面那么震撼啊，那么稳定的画面是怎么拍到的？哦，原来这是有一个非常好的那种空中摄影的系统，这个系统过去台湾连听都没有听过，那就是这个摄影机啊。那当时在2009年的时候，我知道这套摄影机要70万美金啊。那如果说有70万美金的时候，您会做什么事情？你应该去买房子啊，你应该赞助林忆杰去跑步啊，就是你会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啊。可是那时候我没有这个笔钱，没有这笔钱怎么办呢？那我就用租的方式啊，就租这个飞机，租这个设备进来台湾，想说，我当时因为不是科班出身的，对拍生态纪录片没有概念，我总觉得，哎，租这个设备进来，来台湾拍一周的话啊，然后应该可以剪个，因为台湾不大嘛，可以剪个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这个设备我租进来台湾，大概一个礼拜要花300万。啊，我就把我所有的存款就投进去了。我想说，哇，300万拍个纪录片应该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设备进来第一天下雨，啊，第二天下雨，第三天还下雨，你想惨了，这个住戏啊，这个钱都了掉了，那怎么办？我只好跑去拜拜。他们告诉我说，那个你一定是没有拜拜哦，所以那个才会
才会遭遇这种不幸啊，所以我跑去大甲妈祖庙拜拜。因为我们直升机的机场在台中，所以离大甲妈祖很近。我跑去拜拜的时候，大甲妈祖告诉我说，他不管天气的啊，天气是无期的妈祖管的啊，所以我赶快跑去无期的那妈祖庙拜拜。然后拜拜的时候就跟妈祖念念有词啊，就保杯啊，保了连续保了九个杯，满头大汗，心急如焚，就是没有指示。哇，惨了，不知道怎么办。那庙里面的婆婆看你这么沮丧，这么焦急，她就问你说：“你是要问什么事情？”我说：“我问天气。”问天气哪有这么难的？哦，原来你讲国语哦，妈祖听不了。所以那个，你知道我们会讲台语，会听台语，可是呢，要拜拜要讲的时候就讲的别练凳。后来庙里的婆婆就帮我去跟妈祖请示，就果然就有指示。所以我就三天的时间，然后就绕了台湾的一圈，飞了30个小时，最后只剪了个6分钟的 demo 影片啊，所以我才知道说啊，这个你没有这设备，没有自有设备的话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拍摄的。所以后来我们在2010年开始啊，我就透过借贷的方式，然后透过寻找合作伙伴的方式，然后成立了阿布电影公司，就为了要拍这部纪录片啊。那这部纪录片，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嘛，啊，大部分都看过了哦。那看完以后，其实大家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啊，尤其是我们在去年的11月23号的下午，大使文化在松烟诚品办了一个包场啊，看见台湾，在那天晚上我们就得了金马奖啊。然后我们当时呢，为了要办那个看见台湾的放映呢，我们还在台北的那个中正纪念堂，然后透过群众募资的方式，集结了3000个观众，那大家用出钱来共同的举办这一堂那个户外的放映。那这是我们的董事长跟我们制片啊，是看见台湾最得力的那个左右护法啊，就在那天我们得到了金马奖，然后台北的101也为我们点灯啊。那其实我想大家对看见台湾可能还有一点点那个期待，所以当时我们看见台湾有了很好的成绩之后呢，我们下了院线以后开始去做公益巡回的放映。我们在古厝，在庙城啊，在偏乡，在渔村，在部落，去一直在传递看见台湾这部电影，其实要让大家认识我们自己的土地家园啊。那当然我们参加国际的影展，然后陆陆续续也得了好几个国际的奖项啊。刚刚那是休斯顿影展的最佳影片，然后这是上个月初我们在西班牙第21届全世界最历史最悠久的那个环保影展也得到最佳的奖项啊。那当然就是在今年的10月4号，从看见台湾这部电影除了感动很多人之外，其实我们又跨出了另外一个演出，就是我们办了一个看见台湾的电影音乐会，我们在台北的小巨蛋啊，然后有10000个人，我们透过长荣交响乐团，通过观众，透过那个歌声、人声的表演，亲自的让大家可以感受到看见台湾不同的呈现。我想这边还有几位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我给大家看看最后一个画面，让大家可以作为这段那个报告的结束啊。
过黄框，打开世界之窗，探索未知，感受大地之美。现在启动你的探索旅程，来电即赠《国家地理》杂志，启动探索世界，0800-888-596。手边的提问单可以趁这个时候呢交给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好，那另外呢，我这边有一些小礼物想要在这个时间送出去给大家哦。那这个也是算是考验大家刚才有没有在非常认真的听各位探险家都很认真准备的分享哈。好，那提醒大家，等一下要举手回答问题的时候，请记得利用资料袋里面的黄框，要举黄框的人才会有机会被选到回答问题。好，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黄框都准备好了吗？好，那第一个问题，这个是从李总编辑刚才的发言呢所出来的问题哦。请问国家地理杂志以及国家地理学会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哦，那位先生最快举，请说。126年，答对了，恭喜你，可以获得国家地理的明信片组，恭喜你。世界之窗，探索未知，感受大地之美。现在启动你的探索旅程，来电即赠《国家地理》杂志，启动探索世界，0800-888-596。
2012年3月26日凌晨5点，大家都跟我一样哈，觉得今天晚上的这个大家的分享非常的精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这个废话少说哈，我们直接进入一些问题哈。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准备一些问题，我们讲虽然时间有一点紧啊，我们尽量留一些时间给大家来问问题。我想第一个问一下林天甫哈。那个我很熟悉你的作品啊，那看了很多。那么刚刚我们在后面聊天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同事也提到，林天甫曾经拍过一张傈僳族的这个妇女啊，他们冬天会到一个温泉去洗澡，全裸的洗澡。那么林天甫呢到了那边呢，就去帮他们拍照。这个照片呢拍得非常的自然，而且每个人都直视着镜头，完全没有闪躲，没有。我想问一下，这样的照片是怎么拍的？在我拍摄这个题目之前，就是这澡堂会嘛哈，然后所有的摄影家都是站在30米开外啊，30公尺以外，拿着长头，像拍鸟一样，偷偷的躲在树上拍。所以我觉得那样子有点偷窥，我不喜欢，我喜欢跟人接触，所以我就直接我拿着21的广角，直接到那个就是他们洗澡的面前，直接就是跟他们讲我要拍照，就是，然后他们反而觉得很纳闷，就是怎么会有人这样子，以前的拍照都是躲在树上偷偷的拍，但是我就站在面前这样拍，但是你在跟人之间的沟通的时候，就一种感染力吧，就是你用很真诚的，然后也很真实的告诉他你的意图，他完全可以拒绝你。他如果拒绝我的时候，我是不会拍的。但是我表现就是我想跟你拍照，那他们最后同意了，也是很自然的同意。你们说话可以沟通吗？他可以听得懂普通话。一般讲他们不太会讲，但是听还是听得懂的，因为他主要靠表情。对，靠表情。对，这个是我们想所有的摄影师哈，应该都非常重要的一招哈，就是怎么样用诚恳的方式来让你的拍摄主体没有防备，才能拍出来最好的照片哈。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易杰哈，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哈，所以我一直有这样的困惑，就是你做一个极限运动哈，那个极限运动当然就是为了挑战你体能上的极限嘛哈，所以那个过程肯定是有一定的痛苦的哈。那你说你在很多的情况下都强调说你的对跑步是对他的热爱，但是我想问的就是那个过程当中，难道你真的也很爱吗？哦，就是那个当你在忍受那么多的痛苦，毕竟驱动你去完成啊，克服那么多困难去达到，毕竟是那个目标呢，还是那个过程当中你还是在享受呢？好，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我去跑步感觉很辛苦嘛，对不对？然后遇到很多事情，其实对啦，是辛苦，可是我觉得因为去跑步的时候啊，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把它跑完。所以因为如果不跑步的时候，我都要一直工作，所以一直工作就很多杂事，然后你就要去应付好多问题，所以其实更烦。反而呢，是去跑步虽然很辛苦，可是却蛮自由的。OK， 所以可能小时候也辛苦习惯了，在大学是半工半读，晚上开计程车，9点开到凌晨1点，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要晨操训练，然后一天要训练2次。然后，所以大学就很不幸的读了5年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就变成磨练了。那因为磨练的过程当中，就心理的那种心智的能力，我觉得就要比一般就是我同侪的朋友要来的坚韧。所以呢，一旦去了这些这么长的旅途，这么辛苦的跋山涉水，事实上就变成是一种习惯了，就适应了这样子。所以在跑步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很自由，
然后可能身体是辛苦的，但是至少在脑袋瓜里头我觉得很开心。而且呢，我觉得跑步是我的很重要一个时光机，我会去回想好多小时候发生的故事，然后过去发生的故事，那这些故事串起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我在反省我自己，对，所以我觉得还蛮快乐的。对，这个确实也很有启示，因为我们现在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手机啊、荧幕啊上面，跑步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不能看荧幕嘛，所以我们可以花更多时间来思考自己的问题，对，这个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一下。然后那个柏林兄，我对你的问题的好奇就是，我知道你是一个生活其实平常很简单的人，这个看见台湾这么样的爆红以后，国内外都得到这么大的回响，那你的生活应该有很大的改变，那么你的影片出来以后，我们也看到媒体有很多反应，包括这个环保署长、内政部长啊，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哈，都下台了啦。啊，对。那么我想就从你的角度来看，第一个，你的生活上的改变，到底有多么巨大？你都享受这个过程呢，还是对你是一种负担？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环境的议题在被这样子的讨论以后，你有没有看到进步，还是它最后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呢？其实我觉得对我自己的那个的，对我自己本身没有太大的改变。唯一的改变就是，我其实过去在拍空拍台湾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出国去，不管是旅行啊，或者是去有出国机会，不太愿意出去，因为台湾可以空拍的天气非常非常少啊。那大家知道有墨菲定律嘛？你在等个天气，一直等不到，你出国台湾马上变好天气。这种情况碰过好多次了，所以，我都不太愿意出国。那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看见台湾在台湾上映了三个半月的时间，在2月15号下片了以后啊，我是每个月都出国，而且每个月出国两次，一直到现在，到后天都还要出去，一直都还没有停下来。那当然，刚开始觉得很过瘾啊，然后可以利用一部片子，然后到世界各地去交流，参加影展、参加电影节，然后让世界看见台湾。不过最近这一次造我吃足了苦头，因为我从西班牙、美国回来两个礼拜了，我时差都还没调回来啊，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那另外第二个问题呢，我是觉得，我相信啊，就是这部电影事实上是提升了大家对环境的关注。但是台湾环境的问题并不是因为看见台湾而揭露出来的，它是存在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了，然后大家不愿意去碰触它，那这里边有太复杂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太复杂没办法处理。但是因为这部片子很勇敢的把它呈现出来，然后让政府不得不处理，然后民众观众看了以后也很期待政府能够有些改变。我跟各位分享一个是陈局市长告诉我的一个故事啊。那个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去拜访他，谢谢他对这部电影支持。他就问我说：“哎，祈祷，你知不知道 iPhone 6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上市啊？”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因为看见台湾。”我说：“为什么看见台湾呢？”他说：“因为后劲溪被污染了，日月光被停工了。”然后日月光的停工就影响了整个 iPhone 的那个零件的供应啊。我没想到说我有这么大的那个本事，我跟陈局讲说你千万不能告诉苹果公司这是我干的事情啊。当然就是事实上我觉得它是有很大的影响了，有很大，至少你没有办法立即改变现在的现状，但是已经不太敢，大家不太敢再去做一些污染环境啊、破坏环境的事情，比较不敢啊。谢谢。我们有好多这个现场大家发问，所以我就可能太多没有办法一一问，我就先看到这个，我就这位是吴梦修朋友问的，问林一杰，请问你在组织里的你所组织的探险中所扮演的坏人角色是什么，之后会再愿意继续扮演吗？这个坏人角色其实要很辛苦，因为你在做这件事情150天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真的不知道说明天发生什么事情。那尤其那国家都有很多政治关系，然后有很多这种宗教的关系，然后文化的关系，所以说
很奇奇怪怪，就包括你自己的队伍 ，OK， 每个人就是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是充满的疑问问号，到底能不能够完成？所以猫在钢琴上昏倒的故事，每天都会在我的耳朵里头出现。那你要知道，每天你都跑七八十公里的人，那种责难跟那种就是身体所承受的痛苦，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去忍受的。尤其是你受伤的时候，你还要咬着牙又硬干，那种感觉当然是在安全范围之内，可是那感觉完全就是你很简单就可以说放弃。OK， 所以旁边就有人鼓吹你可以放弃，甚至鼓吹你啊，没关系，150天没到，我们先开车把你载到会场之后，结束之后，你再把补好、补跑、补完这样。所以这种每天这种如雪片般飞来这种奇怪的语言，或者是刺激你的语言，你没有办法去克服它，你只能绝对静止。OK， 然后跟大家讲，能不能够做得到，只有我们自己才心里才知道。我们跑者说可以，就一定可以。那甚至一开始在组团的过程当中，又有其他很多的问题发生。但是我是唯一全队里头有经验的人，做这件事情的人。那其实我就必须要去跟大家做很多的解释。但是你也知道，有些人是不会听进去的，所以你就必须要用最严厉的方法来去做坏人。所以。不过还好，幸好后来得到很好的解释，但是这也不是我要的东西，因为我要的是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整条思路上缺水问题。我曾经看到那个乌兹别克，那个人都没有办法喝水了，就那个政府把水拿去灌那个棉花田 ，OK， 然后很多的妇女，然后都是苦守在那个村落里头，每天就是只能用政府放出来的水。你去把它摇回家，然后待一天这样子，家里根本就没有水。可是呢，这些水明明是人可以用，但为了经济的关系，所以拿去灌溉这个棉花田。所以这没有去过，真的完全不知道会有世界上是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未来还会再继续办好人或坏人。当然了，如果有机会，还是会想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尤其就可以跟这么多的前辈可以学习哈。有一天我也在想，是不是我老以后。跟前面一样，头发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也可以去拿着相机自由自在去拍照。我觉得那人生一定是很快乐的日子。谢谢。好，有一位这个胡先生吧，问林天福，摄影常对被拍摄者造成压力和侵入感，请问在取得影像和保有对被拍摄者的自然和尊重之间，到底要如何拿捏？如果你借由访谈然后经过对方同意来拍摄，那这样会不会对这个自然感跟原始影像的张力会打折扣呢？当然这个很多时候你要真的被摄者同意，你会打断那个拍摄环境的一个持续嘛，所以在征求同意以后，你如何让被摄者你的采访对象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或者是达到你要的状态，或者达到他面对镜头的那种压力，这个就是看你能够你的感染力了。我想觉得是感染力，还有你的掌控这个气场哦，这个场就像导演一样，就是你如何去掌控那个气场，然后在你中断那个拍摄场景以后同意以后，他一定会有中断，然后他会一定会有所戒备哦，面对镜头的时候他会有所改变。但是这时候，但是我个人呢，对于就是说不去通过经过同意，因为经过同意的情况下，除了言语以外，其实还有动作跟表情哦。其实你有时候拿起相机对他微笑或者对他点头一下，他如果跟你 no 或者他有反应的话，那就不拍。但是他如果同意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表示，也是个表情上，也许不是语言上的，那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进行。那样的话，他的间断性就比较少。但是如果是经过语言的沟通跟采访过程，他肯定会
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你有耐心的去恢复那个场景。非常好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教导哈。我看好多的朋友里面都问了同样的问题哦，这个我原来的问题里面也有准备，所以我就一次提问，请问三位各自来作答吧哈。大家都非常关心，就是你们每一个人的下一个计划是什么？要天赋。因为在做半个世纪这样世纪的爱的这个专题里面，持续很长的时间，但是不可能，因为全部的经费跟理会都是自己自费的哈，所以他不可能在只做一个项目，或者是说只单单为了这个题材去做，所以会也是付出了很多相当就是同样的题材也在进行。那这十几年来也在进行几个专题在做，那就不是前面大面积的全中国大陆的这样跑，而是定点的在做一些定点的深入的做一些影像的记录。那其中我在云南的弥勒那边有一个彝族的一个村子，我从2004年就开始记录那个村子，然后一直记录到现在，然后还在继续，就还没完成。那但是就是在拍摄的过程，那么长的时间的过程里面，后来变成不是每年都要去几次，但是去的情况都不是为了拍照，而是真正为了看老朋友，然后现在去参加他们节日，像回家看参加节日一样啊。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做，就是主要是在做长期的那个记录，影像记录的工作。那主要还是以就是原住民啊。那我对原住民为什么特别感兴趣呢？是因为他们的在经济大潮的现代化的过程里面，他们是非常的脆弱，而且非常非常的迅速的消失他们的文化，然后影像呢可以去做一个保留或者是一个见证。好，谢谢。意见。好，我又就是人家说做电影就是也是一样是害人这样，然后我就跟那个周杰伦，我们两个人就想要做一个可以鼓励人，是鼓励年轻人励志向上的电影，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在筹备电影，然后在很忙碌的过程当中，我把我自己的时间分割，白天就是在自己公司上班，晚上这些创意人员刚好他们都是夜猫子，所以呢晚上就跟他们开会，然后呢去做这个 production， 然后呢来做这个电影，所以我们大概明年四月就开镜这样子，然后大概能够在年底就完成，那在后年的第一季就可以上映。那一样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下一个目标就是把电影做好，然后让这个全部人都可以看到这个励志的一个很重要的故事跟电影这样。那当然在自己行动上的冒险，那我还是喜欢跑步，偶尔还是要出来晃两下，然后就皮还是在痒，所以呢我在过程当中还要训练，然后也是预计明年四月的时候呢，除了开拍电影之外，我还要去葡萄牙跑一趟那个7天6夜的比赛，好久没有参加比赛，想要就是刺激一下，然后也让这些年轻的老外啊就是知道说姜还是老的辣然后当然也带那个啦，带翻译程去，我们两个人就我觉得就鼓励人，鼓励更多人来去看世界，那我相信他们的影响力是比我们更大的，所以我希望说他在这个7天6夜的葡萄牙的跑步过程当中可以跌倒哀哀叫，然后可以写出更让人就我觉得是喜欢更甚至更好的作品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下一步的计划。谢谢。说一说。其实我最怕这个问题，因为我从电影还没下片就开始每个人都问我说你下一步怎么办啊？那其实看见台湾说真的，它真的是就是
我的20多年的飞行的观察，然后透过另外一种形式的转那个呈现。但是因为大家非常非常期待我们的下一步，所以我们当然也开始计划下一步。我们在上个月才从美国又买了一套最新的空中摄影的系统，那个 6K 的啊，那个我们之前拍的看见台湾是 HD 的啊，现在变提升到 6K， 整个画质提升的非常非常大啊。那我们就已经准备就要开始继续在记录，因为我拍的是纪录片嘛。那虽然脚本还没有很具体，但是我想要记录的范围希望可以扩大一点，从台湾跟台湾周边邻近的地区或国家，因为环境的问题是没有国界的啊。那个福岛发生核灾的时候，大家怕得要死，我们在台湾怕得要死啊。然后北京埋害的时候，我们这边也觉得空气变得不好啊。所以我觉得环境它是环境的议题，它是可以扩大一下我们关心的范围，这是我大概比较期待要下一步要做的事情。但我更期待的是能够帮易杰他们的电影啊，能够尽一份心力这样子啊。我有问题，可以问吗？那我们家那个4K 的电视怎么办？因为6K 跟4K 倒着盖。那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其实它是这样子啊，其实说真的啊，那个以台湾现在来讲，连我们的电视频道，连 HD 的频道都还不普及啊。然后更何况是6K 到 4K， 可是数位摄影机进步实在太快了啊。然后去年 Lucy 来台湾拍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们设备还是 HD 的啊，所以就差了一些，大概就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设备。问题是你拍了 4K 又拍了 6K， 现在电影院还是 2K 而已。对，对，所以这是目前一个很困扰的一个地方。现在很多制作公司出去用很高画质的技术，很高画质的摄影机拍了以后，你的片子是在网络上放映的啊。但是没有办法，那个这个数位器材进步到这个程度就必须要跟着升级了。我还有一个问题，那未来还是要坚持用空拍的方式来拍吗？还是会用其他的更多的都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第一部片子用空拍的方式那是我的坚持啊，因为我觉得大家没有用那样的视野，那里面放了不是非空拍的画面后，我当时是担心觉得它会削弱了影片的那种特殊性啊。那下一部片子我们当然会有考虑到海洋的部分，我们的另外一个导演最近才去南太平洋拍了非常完整的金沙的在海底的过程啊，那画面非常震撼。那我们都希望未来有跟不同生态领域的导演能够有些结合，像下一部片子，因为第一部片子的这种不成熟或者是没有经验，那下一部片子会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对，好，拭目以待。谢谢。时间还有最后一点点哈，那我还有一个最后也是帮大家问的哈，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有探险的想法哈，就有这样的梦想，其实相对来讲。并不是太困难，甚至呢，就自己去，在对自己做一些挑战，去考验，去完成也不是太困难。但是当你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像各位做到的这样子的阶层，你可能有很多更多现实的问题要考虑，包括刚刚提到说到这个经济的问题哈。那么这些东西对你们在追求这个探险或者你们的目标的过程中，到底造成多大的阻碍？你们？对你们来说，好，这些要克服这些非跟你的目标不直接相关的问题，你要花多少的精力？当然，那个做一些自己的事情，肯定会对你的收入或者是你的那个经济状况会造成实质上的问题哈。尤其个人的影像，在摄影这一块。在所有的艺术里面，它还是一个弱势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只能把物质的要求或者物质的享受降到最低，就是说你能够甚至就是说你必须要克服很多的这个经济的问题啊，然后用最节省的方式或是为最低的一个生活标准来完成自己的东西。但是我想回报是
就是你的回报永远是跟着你的付出是一样的，所以你没有没有去坚持的话，你很就好像玉洁刚刚讲的，你很容易放弃，很多理由，放弃是最简单的，放弃是最容易的，但是坚持是难的，但是最后你的人生或者是你的经历啊，你的成就来讲都是相对的，啊，那至于就是说怎么去克服的话，那就看每个人的能力，或者是你有些人他可以但是有些人他可以两边都做好，但是我想很难，所以必须要舍弃一些，所以舍对我们来讲是必要的。嗯，有意见。我曾经为了想要跑步，然后离就是睡铁皮屋过，那个晚上都有老鼠在那边开运动会，跑来跑去，然后打扰我睡不着，然后那过程里头其实还蛮辛苦的，那可能也就小时候辛苦习惯，因为父母亲也没有去很就是经济资源在让我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就长大以后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自己就要去钻了，去想办法，然后希望有人可以来去 support 你。那其实事实上那时候做这件事情很辛苦，我相信其他人也是一样，就一开始其实大家会觉得你现在怎么就是怎么那个摄影机那么大台，眼睛那么大，很奇怪 OK， 或者是你这个你跑这个为了是什么，其实都是很辛苦一开始，那你就要去解释很多的这个教育很多的，不管是厂商也好或者是记者，那还好我觉得人缘我还算不错，可能也长得比较漂亮一点，所以就很容易去跟无论是记者男生或女生，然后呢或者是厂商，然后做沟通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其实即便到现在还是辛苦 OK， 因为台湾的这个 marketing base 太小，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东西，事实上这个后方的金源还是没有办法有时候去满足我们要去做我们每一个不同案子的一个 budget， 那我们就要必须删删减减来去牺牲掉很多能够让作品更好的事情，像我们 expedition， 我去做好莱坞这个 Running the Sahara， 我们三个人跑步，后勤单位有100多个人。OK， 那我自己做这个，我们已经算不错了，20几个人。对，那可是就是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去弥补这个空间。但是就像讲的，就是当时在做这个 Silk Road 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是那2年半的过程当中，我就是 full time。我就是把所有的职业全部都停掉了，然后把毕生这个赚到的钱就投入到这个 Silk Road 这个案子。那时候其实大家觉得我疯掉了，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反正我还年轻嘛，对不对？跌倒了很快就爬起来，那但以后不就不要再跌倒，不然会爬不起来这样，因为年纪越来越大，所以就大概是这样。谢谢。我们这部片子刚开始在筹募资金的时候其实并不顺利，也是因为不顺利的关系，所以才要用家里的房子去借贷嘛。可那个时候我其实想的非常单纯，我觉得这部片子其实是一个好的计划，然后而且是对整个环境是有益的，我觉得应该会得到很多的支持。事实上后来看起来我真的算幸运的，我们整个片子拍摄的预算里面有一半来自于企业的赞助，但是我们在跟很多很多企业里面去寻求资源的时候，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吃闭门羹的。那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挫折。那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跟我说，你只会伸手跟人家要钱，为什么不自己赚钱？我看你拍的片子这么好，你这个片子应该拿去卖给中国大陆，赚了钱以后再去实践你的梦想，为什么要用我的钱去实践你的梦想？哇，当时听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脸都抬不起来。可是后来想一想，他讲的也没错，因为他赚的每一块钱都是他辛苦赚来的，为什么要他赚的钱来帮助你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想一想，就是天助人助也要自助。所以我们当时在大概有分成两个方向，公司也要想办法去赚钱，然后另外也不放弃去寻找资源。当然最好的资源当然就是银行了，
你只要去跟他借钱，他也会想办法借给你啊。所以就是各方面都要能够合在一起。那我想这个部分在每个人的不管任何计划中都会碰到困难，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觉得只要大家能够对一件事情能够非常专注，然后你要自己要非常有信心，所有的挫折都是你的养分，都是你进步的一个动力，前进成功的一个动力啊！谢谢，谢谢，谢谢。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因为有三位都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啊，因为但是时间有限哈，现在时间也到了，所以今天就到这边。那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时候呢，还有机会让三位，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忙，所以把他们齐聚一堂非常困难。但是未来希望有给他们每位专门一个晚上的时间来演讲，好给大家分享更多的这个精彩的经验。同时顺便宣布一下，我们明年国家地理杂志呢会有一个青年的国家地理杂志青年的探险基金啊，希望能够给年轻朋友们，虽然不是非常大的额度的赞助呢，但是如果有梦想的朋友可以来申请。我们在明年的时候会公布一些相关的细节，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探险家的行列，来追求自己的梦想。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四位精彩的对谈。请四位留在台上，我们进行合照，也请现场的观众请稍微耐心等候一下，等一下我们会请四位下台与现场所有的观众一起拍一张大合照，那也要请大家拿出自己的黄框框准备拍照。那这张照片呢，我们之后也会放在我们的官方粉丝页上面，大家记得可以上去欣赏。另外也告诉现场的大家，今天的论坛内容我们会在明年1月号的国家地理杂志有报道，同时今天整个论坛的内容也会放在 YouTube 的国家地理频道上，我们国家地理杂志的频道上，那么大家也可以到 YouTube 去回顾今天晚上精彩的内容。好，那我们现在请四位下台跟全场的观众进行大合照，请大家留在你的位置上。好，请位置上的观众朋友拿出你手上的黄框框，我们要准备来拍大合照，记录今天这场盛会。好，谢谢大家。那么我们2014国家地理台湾探险家论坛到这里正式结束，感谢所有人的参与，我们明年再见。最后也要谢谢三立新闻台今天为我们这场2014国家地理台湾探险家论坛进行转播，感谢三立新闻台。